欢迎翻到嚟高达老母 ，Welcome back to Gundam 老母，欢迎回，欢迎回到高达老母。而家系英国时间2022年1月1日凌晨3点钟。首先咧喺呢度先祝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冇错，而家咧我就已经系身在英国噶啦。咁啊，其实咧之前都有几位聪明嘅观众睇到我打机时间改咗，咁啊估到我其实已经系身在英国噶啦。咁啊，喺呢度咧就正式同各位报个平安啦，亦都同已经嚟到英国师兄打声招呼啊！咁我咧就已经正式加入咗你哋冇得玩新玩具嘅大家庭啦，耶！呢条片咧有一个坏消息同大家讲一讲，咁就系本台有一个节目咧就叫即刻砌，咁喺往后日子咧都唔会再有噶啦，因为喺英国咧系绝对唔会有机会买到任何最新嘅玩具嘅，冇系，所以唔会有即刻砌呢个环节噶啦。但系咧，亦都有另一个好嘅消息咧，就系即将会有个新嘅节目回归高达老母频道嘅初衷，就系叫做砌我老母。咁啊，因为我喺离开之前咧，都已经系买咗好多玩具啦，同埋模型嘅。咁啊，希望咧就嚟到呢度 settle down 之后咧，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埋砌翻一啲10年、20年，甚至30年買咗未砌嘅高達模型，大家記住留意啦。咁啊喺過去一年咧，我哋一家咧就決定係移民英國啦。咁啊，係啦，其實講到呢一度咧，想話俾大家聽，我本身係寫咗稿嘅，但係寫稿嘅途中咧，其實諗到好多嘢。想到根本我都不知道寫些什麼出來，因為實在有太多的感覺，應該說這3年發生了太多事，反修例、疫情，去到2021年有很多東西消失了，太多感想，我根本我都不知道怎麼寫，很難去組織。可以跟大家說到的就是我和很多離開了香港人的原因其實大致上都相同。在決定了要走，或者知道我真的走得甩的時候呢，就跟很多朋友吃飯啦、道別啦，其實都感受到、大家就是如果留在決定留在香港的人都會是唯一的目的，就是繼續生存咯。過往很多理想啊、夢想啊，或者甚至乎有些政治相關的事情，其實是不能繼續做的，不可以做，有很多事情不可以說、唯一就是生存咯，繼續去打份工，繼續去供層樓，好像沒有很多理想，因為沒有理想就好像沒有很多期望，沒有盼望，整個生活是很壓抑。在 Facebook 裏面以前都會看到很多朋友、我去哪裡玩、或者我想做些什麼、分享很多、新的想法、現在連個想法在 Facebook 上面想講自己的想法都很多時候都很負面很消極，我不想這樣，我覺得我還有很多事想做，或者可能英國是一個地方可以令我繼續去有些事做的地方啦，我是很 welcome 改變的，但是不是負面的改變，不是倒退的改變，我希望有些事是有進步的， 我希望看到有將來的， even 可能我很努力做一件事做不到不要緊， fail 了不要緊，但是我覺得可能是做到嘛，所以才會令到我有個動力去繼續做。但可惜我們看到这两三年过去了，就是这样咯。是啦，那我有很多朋友是没办法走啦，都是决定要留在香港啦，那不紧要的。咁我希望你哋喺香港呢段日子可以好好地生活啦，即系唔好冇咗希望，一冇希望
即係冇理想就同鹹魚冇分別。雖然有好多嘢做唔到啦，或者你講嘢要小心好多啦。咁但係唔係未去到絕望嘅，即係 even 我覺得最差嘅時候其實應該係未到嘅。如果你想走呢，其實我都鼓勵大家，如果真係有能力嘅呢，離開咯。當係換一個新嘅環境，試下去接受新嘅事物，唔一定會差過喺香港嘅環境嘅。我覺得喺英國你可以好簡單咁嘅生活嘅，只要你可以接受到係打一份好簡單嘅工，做一啲好平常，你香港你唔會諗住做嘅嘢。咁去用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去迎接呢個英國生活呢，我覺得係絕對冇問題嘅。我哋香港人好勁嘅，即係好 tough 嘅香港人，去到邊度都冇問題。只要你係希望去改變，咁啊，但係呢度英國嘅生活係慢嘅，咁 你就要慢慢去接受啦，咁啊慢慢去適應呢個生活啦。咁會唔會即係？你勁到可以令到英國成個社會嘅生活都變得好節奏好快呢？即係若果你認為你自己能夠做到嘅，亦都歡迎你嚟到英國嘅。你哋係想改變嘅，真係唔好等，唔好去猶豫，真係把握呢個機會去迎接呢個改變啦，去試下嘗試去改變你哋嘅生活啦。咁另外呢，我都睇到。即係我個 channel 咧，有好多陪我一齊打機嘅觀眾咧，其實都係讀緊書嘅。咁我亦都好想同你哋講，如果你哋係有能力，你哋屋企有能力，或者你自己有能力，你哋出去香港以外嘅地方去睇，睇睇呢個世界。我覺得，因為我自己本身我讀完 Form Seven 啦，咁我就係去咗澳洲讀書嘅。咁我喺澳洲識到嘅朋友，或者我喺嗰度嘅生活，俾到我係好多啟發啦。認識好多唔同嘅嘢啦，同埋好多好唔同嘅體驗嘅。咁啊，與其留喺香港，可能係個發展空間細啦，或者係未來可能甚至會俾人歧視啦。咁啊，咁 所以咧，就如果你有機會或者有能力啦，咁你出嚟睇睇啦。咁啊，亦都講多少少啦。我嚟到呢度英國呢個地方呢，就係 MK 啦。咁啊，我哋廣東話我哋就叫旺角啦。我哋廣東話就叫旺角啦。係 啊，我嚟到英國嘅旺角啦，耶！係啦，咁即係叫做我哋有第二個名嘅，叫做英國香港警察城嘅。如果你喺 Google 嗰度 search 咧，就叫英國。香港警察城嘅系咪正咧？呢、這个位，我话俾大家听，最危险嘅地方就系最安全嘅地方。嗱，喺我嚟之前咧，我做咗好多 research，叫呢度咧就唔系并不是讲到，即系呢度咧系一个充满香港警察嘅地方，并不是这样嘅。咁因为即系讲香港警察城呢、這、一个，即系呢个 title 咧系讲紧二十系咪20年前啊？好似系啦。即係講緊九七之後咧，有一批叫做政治部嘅警察裏邊嘅高官係嚟咗 MK 呢個地方啦，係喎，唔記得同大家講 MK 咧就係 Milton Keynes。咁但係咧，我喺呢邊嘅教會啊，又問咗其實我好少見到呢啲警察嘅，亦都有人話咧，呢啲咁樣嘅警察咧，好多都翻去香港嗰度退休嘅。咁所以就我喺街嗰度見到或者撞到好多香港人咧，都同都係啱啱移民咗幾個月，都好少超過1年嘅。除咗分享我高達門玩具同埋打機之外咧，咁嚟緊我都希望可以整合到一啲我喺 MK 生活嘅資訊俾大家嘅，咁可能都會幫到大家去做個決定啦。今次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希望各位嚟緊呢一年就好似呢塊牌咁樣，Be Water，香港人加油，下次見。